三比 vs 啊，假如你要统计什么呢？统计三年二班迟到人数是几个的话，那当然它有两个条件，一个是年级，一个是班级，所以三年二班这边有好几个三年二班，那你要怎么做啊？其实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那个刚刚讲到那个三 if s 这个 ，OK 好，按个确定，这个是要加总的，那。Criteria 一就是你的那个范围一，就这个。如果是什么呢？是三年级，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第二个范围就是你班级。班级如果是二班的话 ，OK 啊，直接用点的或打在这边也可以啦。它会自动帮你什么算完，总共有六个迟到人数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当然还蛮好用的，尤其是你是好几个条件啊 ，sum if 只有一个条件。那 sum if s 是两个以上条件哦，那这一题的话，如果你们要练习哦，其实，在书里面的范例题，或者是说在云端上，我刚刚也把它传上去啊，我是把它放在我们的云端里面的范例档哦，就这一题，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。如果你要练习的话，可以这边我把那个范例题放在这边第014哈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再来看那个刚刚教师研习这一题，那当然这个方法是不 OK 的哈。所以呢，要怎么做？因为有跨工作表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你可能要做两次才能完成哦。第一次就是插入一个函数，一样是 sum if 哦，所以往下找到那个 sum if 函数。那首先的话 ，range 哦 ，range 指的是什么？你要判断的那个范围。那判断的话，假设你要找的是什么？找的是入门班，所以入门班里面有没有某一个人？所以 criteria 是这个人。Sum range 是指的也是怎么样要加总的时数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总共会有三个条件，一跟三是在其他工作表，只有第二是自己这个工作表，所以特别注意选的时候请注意哦，一 range 选序值二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因为跨了工作表，在 Excel 里面哦，它会用工作表名称加上一个惊叹号来表示。然后呢，你要给它什么范围？那范围的话，就是这个里面名字啦哈。这里面啊，特别注意哦。接下来，请你点中间这个储存格，点过来之后，它会自动帮你把它切到你原来的工作表。那在这个范围里面，帮我找找看有没有这个人。OK， 好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哈，加总，加总又要跨工作表，所以跨到这边来，把这个时数加起来，也就是有。加起来没有就不要加，好啊，再切回来，啊切特别重要，切回来有个技巧，请你再点中间，反正一律就是以中间当成最后结束的位置 ，OK， 好，那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，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哦，把那个什么，这边怎么多一个序值，啊这个把它删掉了，应该是序值哦，这边刚刚有再点到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它会帮你把这个阵列抓回来。比对一下有没有，有就加对应位置的时数，那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，所以我就按 F4 把这个给锁起来，那其实只要锁列就好了，那加总的范围也把它锁起来，因为等一下要向下填满，好，锁完就按确定，向下填满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会自动帮我把入门班的时数给加总起来，但是目前仅限于入门班，就是序值二，序值三怎么办？其实很简单嘛，把这个怎么样 ，Ctrl C， 再按一个加号 ，Ctrl V， 那把这边怎么样，把它改成三，工作表先改成三，范围因为少两个老师，所以改成14，改成14，那其他不要动，完成 ，OK。应该懂那意思啦，反正就是换下一个工作表，不过这个如果是两个以上的话或更多，你会发现就不好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加加加加加加加，那这样子公式会很长啦，所以当然数量可能小于三个应该还可以，大于三个我想应该就已经超过极限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用 VBA 了，好 OK， 好，把它按打勾，打勾之后的话，一样向下填满，放开，做出来了。OK， 所以如果说你要做那个，就是
延期时数的统计的话，那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啊，这边注意哦，这个三米幅的这个哈，回来记得点中间的哈，这个会比较简单一些些。好，请各位试试看哦，把这个部分完成。那当然，因为这一题哦，我也很想要做那个跨工作表的那个VBA 程式，但是哈，有个困难，因为真的蛮复杂的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了哈。